昨日下午，裝配式建築與綠色生財發展趨勢研討會在佛山舉行，來自國家相關機構、高等院校的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，進行是共同推動裝配式建築發展和綠色建材的嶄新里程。研討會圍繞循環經濟、固廢資源化、綠色生態文明建設等話題進行探討。近年嚟，佛山大力推動裝配式建築以及其上下游產業鏈發展，得到廣東省及國家的重點關注。截至2020年上半年，佛山綠色建築累計面積逾6500万平方米，累計創建745个優秀綠色建築項目，連續八年超額完成綠色建築建設任務指標，並在去年獲評廣東省第二批裝配式建築示範城市，目前正在申報全國裝配式建築示範城市。佛山市將充分發揮資源和產業優勢，出台一系列政策，進一步拓展裝配式建築的广度和深度，推動建築業與工業製造、與智能製造、與機器人應用等深度融合發展，打造具有佛山特色的装配式建筑和绿色新材发展模式。佛山电视台记者向贤的报道。